男士的，中性一点的，或者光头都可以。光头。嗯，对，我能接受光头。嗯。其实我觉得你脸型，可以剪往后梳的，然后把两边推起来。往后梳的。哎，就是因为像他们说的大奔头、大背头。光头寸寸一个人接受，以前有剪过吗？小时候。小时候刚生出来的时候可能是吧。应该生出的时候都是有头发的，只是很少。这么好的头发。我还在静电啊，冬天。嗯，对，还是有一点那种，有点干。你什么时候洗的头？昨天。你是确定是剪寸头还是光头？我好去准备一下。光头吧。体验一下光头。那我先给你洗一下，好吧？好的。再体验一下梳长发的感觉。你如果这次剃的话，可能要3年。成长这么长。才能长这么长。差不多3年。我基本上1年就能长这么长。长那么快？对。不是吧？因为我就是每一年，基本上每一年。高二的时候，就是1-2年之前，我每一个月基本上每1到2个月，我就因为以前我是妹妹头，每1到2个月就这样的，然后我就剪剪，一直剪一直剪。往后的剪。不能掐，不能掐。是，往后扯一点。我觉得一会儿突然弄完了，可能会感觉好冷。嗯。还有一个最大的感觉是，头轻了很多，因为头发还挺重的。对。紧不紧张？还好。是吧？你胆子也挺大的。想到了我第一次快剃眉毛的时候。你刚刚说过你把眉毛剃全部剃掉了是吧？对。因为有时候我觉得，哎，何必搞那么麻烦，干脆一下全部弄完算了。
平时爱不爱去理发店？很少去，以前短头发的时候喜欢去，那个时候，因为它太长了的话就可以自然的黑长直了，然后短的时候我就想让它变得那，对，那扣一点或是怎么样。